XO 成员秀敏、金敏熙于5月7日低调入伍。8日，有网友发现鹿晗的社交网站号点赞了秀敏入伍前发出的剃发照。据悉，鹿晗和队友们的关系一直都不错，在 XO 时和秀敏的互动也很多。6年前时，鹿晗以组合 XO 成员正式出道，队内担任主唱、领舞、门面担当。2年后，鹿晗申请与 SM 公司合同无效，退出了组合，回国发展。此后便鲜少与 XO 成员公开互动。自从2014年鹿晗解约后，两人就再没有了交集。不知道还能看到12个人的 XO 同台吗？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